宝宝课表时间。小爱同学，我要听故事。又化作一个石猴。妈妈，你什么时候下班啊？妈妈马上到家。专辑，小爱同学，开启成语接龙游戏，欢迎进入成语接龙。小爱同学，讲个睡前故事。好的，与你一起听孩子爱听的少儿历史故事。